中央电视台，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进行的大众汽车2011年国际乒乓球精英赛。今天，这比赛都不一样，它的赛制呢是只限各协会报一名选手参赛。李晓霞变线啊，这个球非常漂亮，孙艾是利用拔出手来，一板反手高，依旧采用这个淘汰的赛制，各协这还是要看下面的双方的一些发挥情况。快撕变线，这球像这个3-4，但是女运动员呢通常习惯性的斜线用的特别多，他有时候也是很自然的。抬手就来，不加思索的这种搏杀和发力。日本的地震重灾区。李晓霞在拉起来，哇，这个球高。好的，3，14-12，这样福原爱呢拔出来弹。好，漂亮。斜线，那福原爱还是用反手。这球很容易失误，8-2。李晓霞。好，哎呀，双方发力，3板，漂亮，还是在这个福原爱之上，非常明显。击短，好球！像这种球啊，会早就攻破了，非常适应。好球！正在全面的发挥自己，10-5。双方在
看看还有什么新招没有。这个时候呢，再低他也能骑起来，拉高调，反手再拉，第三板拔住，啊，擦边。这样再很长，对方球下网了，9-6。这几个球理论上信号制作上的一个突破。现在这场本都是在后面的，他的后板劲儿特别强。好的，在反手在发力弹斜线的时候，李晓霞呢早有准备，防了一个对方的正。拉住，他的威胁就会很大。底线长球，进攻。棒球精英赛，广州站的这个女单冠军。好球，反手呢他在上旋的时候还会弹击贴一板，让李晓霞赛点。哇，正手的一板反带斜线成功，让李晓霞呢晋级了决赛。稍后呢，在广告之后，我们还将继续为您带来男子单打的半决赛，由